欢迎收看本周十大好球。首先是河马的表演，全是何谓肌肉棒子。第九名，简单的眼神交汇，阿普空抛小陈二楼补进。棒棒。第八，永泰迅雷不及掩耳的后传，老大轻松上篮。第七名，阿龙新招展示，飞身反手倒钩。哦，反手，阿龙新招。第六，莫凡漂亮的 give and go。第五，空手转换的展现，敏锐的火锅跟难得没放枪的阿浩。可是你给阿浩，阿浩不敢上嘞。还有啦，还有啊，防守啊，快啊，防守啊！本周第四，阿福应观众要求给秉睿来一颗火锅。啊本周前三，首先是海底龟单挑秉睿，制胜的低手上篮。哦哦，哇，一只哎！哦。本周亚军又是亮龟，晃过立伟秉睿在后，回敬一个麻辣锅。后压轴的是魔力维，假动作后的招牌黑碟擦板，拿下本周冠军。对呀、啊，飞碟球，飞碟球，魔力维，魔力维。